第219集，吃不着。但画像就算是再生动，和真正的熊皮也是有些许细微上的不同之处的，这就大大提升了参悟的难度。形意拳练的就是意，没有独特的神意，那形意拳就不算是真正的入门。北风也是机缘巧合，堪堪踏入大门而已，起身向着山下飘然离去了，在地上轻轻一点，整个人的身子就如同滑行了一大段距离，真正如同在飞行一般。回到家里，看着趴在玫瑰花下沉睡的三头犬，北风笑了。这个小家伙本事还算不小，看样子居然毫发无损，就是体内的气血有些亏空而已。北风不知道这货回来时的狼狈，还以为三头犬除了气血亏空之外没有损伤呢。既然无事啊，北风也就放下心来，开始修行雄心拳。一声声的吼叫声在这座小山上响起，所有的鸟兽都瑟瑟发抖，在这股无形的兽吼声笼罩范围之内不敢动弹。山下两个保安巡逻从这里经过，突然感觉到了一阵阵的心悸，就像是丛林之中有什么猛兽盯住自己一样，冷汗大颗大颗的在额头上浮现了，但两个人却不敢去擦拭，如临大敌的看向了四周。两个人都是精锐之中的精锐，让自己有这种感觉的还是上一次行动的时候，被对方一名超级狙击手盯上的时候才会有这样的感觉。一分钟过去了，没有任何的动静，两人对视了一眼，朝着林子内匍匐前进，但一圈下来之后却没有任何的发现。孟子，这件事情有些奇怪啊，怎么会无缘无故的有这样的感觉呢？林虎问着同伴。如果是自己一个人有这样的感觉，那还可以说是错觉，但是看着同伴的狼狈样子，分明是与自己一样的。虎哥，这件事情有点奇怪啊，可能是磁场变动引起的吧。猛子有些迟疑地开口说道，在某些地方就会出现这种特殊情况，比如一段路你走到那里啊，就会突然感觉到发慌，情不自禁地加快速度想要远离。但也不能忽视，报告队长吧。林虎想了一下，随后两个人相伴离去了。当天开始，兰陵山别墅区中巡逻保安的人数啊，就多出了好几倍。北风缓缓地收拳，身子自然而然地放轻松，一阵阵酥麻感传来，似电流在自己体内缓慢地刺激着肉身增强。而后北风拳风一变，一改雄心拳的笨重，出手迅猛无比，招招狠辣，完全是一击毙命的风格。一道道爪影与损影凭空出现，带起了尖锐的呼啸声。三头犬睁开了眼眸，眸子开合间金光让人不敢直视，这是精神力庞大，身躯不能完美容纳精神的特征。好强的武技。三头犬看着北风的雄心拳目瞪狗呆，嘴角都快流出了哈喇子了。这武技比我修行的那些武技不知强了多少，而且这武技应该是以强大的妖兽为原型创造出来的，完全适合我修炼呢。三头犬抬起了狗爪，擦了擦嘴边的口水，口中则是想着怎么才能把这个武技忽悠过来呢。当看见北风的鹰形拳的时候，三头犬忍不住撇了撇嘴，这练的是什么玩意儿啊，和雄心拳完全没得比。等到北风停下来，三头犬舔着脸凑到北风面前，用精神向着北风传音，人类，把这拳法交给本犬如何？本犬可以答应你一个条件。三头犬迈着轻盈的步伐走到北风面前，一副高高在上的表情，还本犬，你呀就是狗，是狗。另外，你吃我的住我的，还想和我谈条件，没门儿！
北风看着三头犬的模样就气不打一处来，上前就赏了三头犬一个暴力。你才是狗，你呀全家都是狗。三头犬一愣，稍后就是勃然大怒，在心里暗骂着北风，这该死的人类居然敢打到自己的头上。刚准备反嘴给北风来上一口，还没有来得及行动，就被吃得多和吃不饱盯上了，当下讪笑着闭上了嘴巴。北风想了一下，直接把形意全经之中的虎形讲了出来。北风也想看看这头等级超高的狗妖能不能够学会，如果狗妖学会了，再让他来反过来全部告诉自己，没有学会呢，自己也没有什么损失。北风不担心养狗为患，一来是有吃得多和吃不饱盯着，二来地球的资源贫瘠，掌握有大量资源的自己啊，不可能被一头狗给超过了。嗯，不会是有什么阴谋吧？这种至强的武技就这么简单的给自己了。三头犬狐疑地看着北风，是以自己博览妖族群书来看，这个人类给自己的武技啊没有任何的问题。当下欢天喜地地摇着尾巴跑到玫瑰花下钻研起来。这个可恶的人类，以为这样本犬就会放过你吗？等本犬恢复了修为，我也把你养起来。三头犬在心中暗暗地想到，随后看到吃得多和吃不饱，也是暗骂一声叛徒。北风开始做饭，两颗米白浆放进了锅里煮着，墨玉雪龙王的血肉拿出来一大块做酸菜鱼片。饭菜上桌时，三头犬摇头晃脑地进来了，看着锅里的酸菜鱼片流口水。三头犬能够感觉到这锅里的食物蕴含的充沛的血气，比之自己吃的内脏要强出了10倍。一滴滴亮晶晶的口水浮现，三头犬眼巴巴地看着大锅，但却放不下面子。吃得多和吃不饱则完全没有面子这个概念，踱着步子来到北风的脚下，使劲用头磨蹭着北风，嘴里发出了讨好的声音。北风笑着摸了摸吃得多和吃不饱，夹了好几片鱼片放在地上，吃得多和吃不饱急忙吃了起来。三头犬也想吃一块，毕竟狗的鼻子本来就是灵敏无比，这一股本来就很诱人的味道在自己闻来却是放大了无数倍。刚准备行动，吃得多和吃不饱就不干了，这是自己哥俩撒娇卖萌才换回来的，想要吃自己去卖萌啊。庞大的血气在胃部爆发出来，只是七八片鱼片中蕴含的能量都庞大无比，让三头犬有种饱了的感觉，当下急忙的运转功法，带动这股血气冲向了周身。足足好几分钟以后，这股能量才渐渐的被周身的细胞吞纳。好强的血气能量啊，这妖兽的等级最少高达五级巅峰。三头犬纳纳自语着，实际上这墨玉雪龙王虽然等级只有五级，但一身血肉的效果却丝毫不比六级妖兽差，甚至是有过之。哼，既然你没得吃，那就叫吃不着吧。北风看着吃得多和吃不饱那护食的模样，笑着给三头犬起了一个名字，吃不着。